大家好，我是尾巴，我是波西，我们是叔叔与波西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的名字没有放到团名里面哦。新的一年又来了，不要忽略我的问题啦。去年发生超多事的啊。哦，对啊，有人说2013年是公民运动崛起的一年啊。在七八月的时候，大家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而走上街头呢，那是超感动的，我也有去哎。大家还记得我们在凯达格兰大道呼喊的什么口号呢？专辑可以不要再出进攻版了吗？那种事怎么样都可以吧，不然说什么事比较重要啊？就像你说到 CD 的话，我很喜欢的饶舌歌手啊，今年获得了金曲奖的，我知道，沈玉琳。沈玉琳不算饶舌歌手啦，是一个女生。女生，嗯 ，M 开头的 ，M 开头很接近。MC 美江 ，MC 美江也不是饶舌歌手啦。怎么不是？我们来看 VCR。你的眼睛震动，好兴奋。你看是不是？我是什么都没有看到了。祝大家新年快乐哦！好啦，说到新年新希望啊，北勋有没有怎么样的新年新希望？哦，有，我希望我今年红包可以拿到很多，然后我爱的人都身体健康，然后隔壁邻居可以被车撞死。你的最后一个愿望也太可怕了吧？怎么样，在吵住到你家隔壁啊？我才不要嘞！邻居，你滚开啦！难道你没有比较温和一点的愿望吗？温和一点哦，我知道了，我希望我的邻居可以一氧化碳中毒。这只是死法变得比较温和一点。哎，大家洗澡的时候记得要通风哦。为什么要在这种时候正力宣导啦？祝大家新年快乐！我是尾巴，我是波西，我们是叔叔与波西。其实我的名字还是没有被放进去了。